原料：杏鲍菇、去皮南瓜各130克，豌豆80克，黄瓜70克，胡萝卜40克，圣女果60克，熟黑芝麻1小勺，无盐橄榄油醋酱用料：柠檬汁1小勺，橄榄油2大勺，香醋1大勺，黑胡椒粉4克。工具：玻璃罐1个。做法：取空碗，放入香醋、橄榄油、柠檬汁、黑胡椒粉，搅匀，盛无盐橄榄油醋酱，待用。洗净的杏鲍菇对半切开，切去底部、头部，斜刀切短，切片。南瓜切片，切条，改切成丁。洗净的黄瓜对半切开，切片。洗好的胡萝卜切片，切条。洗净去蒂的圣女果对半切开。锅中注水烧热，放入切好的杏鲍菇，汆烫2分钟至断生，捞出汆烫好的杏鲍菇，沥干水分，装盘待用。锅中继续放入洗净的豌豆，汆煮5分钟至断生，捞出汆烫好的豌豆，沥干水分，装盘待用。锅中放入切好的南瓜丁，加盖，煮开后续煮3分钟至熟，揭盖，捞出煮好的南瓜，沥干水分，装盘待用。备好洗净晾干的玻璃罐，倒入无盐橄榄油醋酱，放入汆好的杏鲍菇。营养分析：杏鲍菇含有蛋白质、粗纤维、 B 族维生素、钙、镁、铜、锌等营养成分，具有增强免疫力、调节血脂、预防便秘、美容养颜、保护心血管等作用。加入煮好的南瓜丁，放入煮好的豌豆，加入切好的圣女果，放入切好的黄瓜片，加入切好的胡萝卜条。制作指导：可以根据个人习惯将胡萝卜煮熟再食用，撒上熟黑芝麻即可。